礼物是建立、维系甚至破坏关系的存在。纵观历史，人们用礼物打造关系，将人与人约束在一起，同时代表着全新的开始。但近年，交换礼物变成了荒谬的存在。我们用不想要的东西换到了不想要的东西，用随意敷衍的态度换到了随意敷衍的对待，而这看似无穷无尽的恶性循环，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认真的好礼物交换大赛。赛赛赛赛赛！我可以一直笑就好了吗？我要笔记，随便你。我王神慧，我杨森林，我起，柯柯在此宣誓，周其达在此宣誓。这次的认真好礼物交换大赛，是我用尽了32年的品味，30年来的品味，今年的品味，价值观，精心挑选真正好礼物。如果有一丝丝的敷衍，搞笑，甚至效果。我将会庸庸碌碌，穷忙忙的过完这一生，谢谢大家。嗨，大家好久不见。嗨、今年是我们第三次的认真好礼物交换大赛，然后我一定要先强调一下，我们这个企划初衷其实是我想要大家用我们的好品味、美好的价值观，不要紧张啊，感谢彼此。对，我们不是要比烂。对，今年的金额是多少？8000块就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嘻嘻哈哈的数字了吧？绝对。等一下，前2年我没有嘻嘻哈哈，只有你在嘻嘻哈哈吧？是这家伙吧？我觉得我们前2年有点走偏了啦，尤其是去年。去年不错啊，不错啊。去年我的很糟吗？对啊，我的很糟、啊。我觉得没有啊，我到现在还有摆在家里啊。对啊，预算很糟啊，就预算很糟而已。但还忘记吹风机。回顾一下第一年的指甲剪。哦，这是一个2000块的指甲剪。这很屌啊！好，我们回来哦。哇，我们开场不要做太久哦。就是今年我想要回归这个企划，我一开始想法，我想要把整个流程给简单化，不需要搞笑的效果。不需要什么惊人的反转，我们就是好好的把礼物用充满感谢的心意交到对方的手上，这么简单？对，就是、我才不信呢、欸。提问：会有可能抽到自己的吗？我不想要自己的，因为我已经有了啊。哦，把你看失重，哎呦！好，我们现在，大家不要再给更多资讯哦。我现在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的流程。第一步，我会拿出一个铅筒，我们还是交由森林抽出顺序，不要爆雷的介绍你的礼物。你可以讲你这次挑选的心意，挑选的方向。所以不是先抽的礼物啊？不是先抽，你是在避掉你要第一个开箱的那个啦、啊。嗯，对啊。然后我们进入游戏环节，赢的人可以就刚才的资讯。优先挑选礼物，森林赢了，森林可以优先的选择他要谁的礼物，那个人就出来开他的礼物，还是自己讲自己的礼物，好不好？好。我还有一个想要补充的，就是因为这次其实由于我们的好朋友王淳慧出国，我们原本以为这次好礼物会延期，但他因为被遣返，我从西雅图回来，他因为有酒瘾被遣返。所以，我们其实从上礼拜决定到礼物完成的只有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在找借口。不，所以这个很考验大家怎样灵机应变的能力。灵机应变的能力，找借口的。还有没有早就准备这件事情的心意？有啦，真的有。所以，我们先进入第一个环节，抽签。来，抽签。我洗一下牌，就是抽到那个人，就拿着自己的礼物坐到这个位置。然后不要拆哦，千万不要拆，大家千万不能碰他的礼物，不能碰哦。好。干嘛啦？你抽完之后给镜头看。第一号选手是。给我看。屁啦！哇！
啊，那大家在那边等我，我要拿礼物。啊，你有天命哎！不要紧张啦，拿出自信，你的自信。奇迹，我跟你讲，这个家伙死定了。哇哇哇！草莓。是番茄吗？嗨，他送水果。大家好，你好，我要开始分享我的礼物喽。好，这是我今年为大家准备的认真好礼物。那大家也知道，我们这次是第三次准备了嘛？我有认真在选礼物的时候浮现出你们每个人的表情，每个人都适合，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游戏的冠军勇敢一点就选我的礼物，因为我这个礼物真的是会让你们开心到今晚睡不着觉。做梦都在笑，这么有都是有自信的东西，一定用得到的东西。老实说，我很想抱怨一件事情了。好，你说。大家去看去年的影片，去年的礼物你们仔细看哦。你走一趟成品，买得到四个人的礼物哦。你在批评他？他是定了，再试一次。什么吹风机嘛，黑胶唱片机嘛，猎人漫画全套嘛，这些东西都是只要出门就买得到的。这个东西，我敢说你现在在台北找不到第二个，在整个台湾应该也找不到第二个。好了，我就透露一件事情就好，手工制造。我先说，我现在绝对不想选他的。我现在绝对不想选他的。我现在不会想拿。前年也是手工制造。不要大开，是不是说叫他们念成 Made in 意大利这样？我一定不会选他的。问题。这个礼物是大到你包装纸必须要买两种吗？有一点点想要延续我去年包装的那个氛围，这是我的美学。下面一位。这是送的东西跟生肖有关系吗？这是送的跟生肖有关系吗？我拒绝回答。8000块开玩笑！可以啊，开玩笑。下面一位，干嘛啦？只想打你而已，我不想玩，我不想选你的。OK， 下面一位，手工制造的龙。不要再吵了。手工龙的围巾。不要再猜测了。哎，你说。可可。这个，哇，用报纸包，有点重，电锅这么大，安全帽，烤箱吧，暖炉，果汁机。哦，解释一下我的送礼逻辑，8000块嘛，我今年的逻辑就是 ，I don't care 你们的逻辑。哇你每年都没有在 care 啦。我每年都要在那边想说啊，你们缺什么东西适合你们，今年没有，就不多说了，我就是很想要，送给你们，很舍不得。你之前有考虑我们吗？我第一年不是说你们眼睛都很疲劳吧？没，他说你们眼睛都坏掉了吧？然后第二年是发质那么烂，这软金发，发质那么烂，就这样吗？讲完了。讲完了。提问，我们有这个东西吗？没有。我们真的用得到吗？可以。想太久了，犹豫。看我好紧张、喔。最好你们都往内互打，我自己把这抱回家。前两年也是这个策略。对，前两年也是这个策略。我前两年在说谎。你终于承认了。会。噔噔。Yes。你好小哦。这跟什么在抱怨？怎样？我刚刚才去包装的，是请那个文具天堂101。我的挑礼逻辑就是，往年我都一直在想，我到底要送什么比较好。但是今年我其实没有想太多，8000块就是送我自己很喜欢的礼物。我相信我的品味，大家应该都可以接受吧。还好。我挑礼没有出错过，这个东西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然后如果你想买，也不一定买得到，因为需要时间去等待它才会出现的东西。喂，怎么也是很迷的东西啊？完了。提问。是你从美国带回来的吗？不是。我们真的用得到吗？用得到啊，天天都可以用到。天天都可以用到。中计？不是3C。它有收藏价值吗？非常有，这个市价。远远超出8000块哦，透过关系买到的，透过关系哦，嗯，哦，这是蛮吸引的点啊，因为这群人看起来都蛮贪小便宜，我是，而且真的是想要买也不一定会可以立刻买到。这次的礼物跟往年一样，都是增进自己技能的礼物吗？不是，今年的礼物我什么都没有想，就是买自己想买但舍不得买的东西。这是哦，早上用得到还是晚上用得到？你想用的时候都可以用，我觉得大家可以
放心选我的礼物，绝对不雷。你自己也想要，我自己超想要，你舍不得送人，那还是我跟你交换，然后不要啊，我想要我的。好了，OK， 下面先放到旁边去。好的，剩下我们三个。森林，哎，班长，轮到我了。我要看森林的自信哦。这个配乐是心脏的东西，是心脏的东西。最怕不懂玩具的人送玩具了。心脏的玩具，大模型，乐高，千年樱吧。你先介绍。千年樱号。好了，好，他想听，我给我听听。哦，听声就知道有分量了吧？来。这个东西我今年是考虑到一个你们可能都会想要，但是平常根本没有机会，甚至是舍不得买的东西。啊？什么？绝对每天都用得到。这东西虽然它有点风险。风险？大人讲出来了，不是风险啊！有风险啊！不是，我说的风险只有针对某一个人。谁？但这个我就先不讲。等一下就知道了，但是这个风险我跟你讲，我也帮你们想好配套了，绝对 OK。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反正这东西你们每天都用得到，早上晚上都用得到。请问女生会有兴趣吗？会，绝对会。跟你讲，冬天好伙伴，用不回不去。他讲出来了，他讲出来了。舒服，来，不是你们想那样子，绝对不是什么电脑那么没 sense 的东西，好不好？是3C 产品吗？不算，就是。哎，不是啊，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回答哦？不是啊，这样子没有人选，很丢脸哦。不会，我跟你讲，不是啊，你看到这么大一个，我把它包这么精美，然后东西这么有分量，8000多块，而且有看到我昨天群主，有看到我昨天群主破金额了吗？多少？念出来，8900啊！来提问。问完了，他自己都讲完了。他是在那个电商平台买的东西吗？不一定。穿戴式的吗？不是。是我们有人已经有的东西吗？我想一下，有。我跟你讲，就是那个配套，就是那个配套，那个人他讲，你们已经有了，我也帮你们学办想好方法了。每个人真的都会用到，一定需要。我们等一下就知道大家会怎么选的啦。好吧，先放旁边。啊，这么失望的表情，不是不知道，因为现在大家菜都会往不好的地方去。这个比较粗，应该胖子吧？还是奇？哈哈哈哈哈！不用猜的就知道了。各位，完蛋了！没有，一开始都完蛋。这家伙去年送猎人全套。太大了吧？什么东西？你怎么了？干你！床大是你！床是床，我不要床，软骨头对不对？一定是软骨头！干你你！比亚举亚宝，举亚宝！他并写错了，他写海滩。Don't touch beach. Don't touch me. 海滩。太大了啦！各位，不要 X 就骂。这个东西是大家都用得到的东西。哦，对啊，每个人都马上说这个。请问是 Yogi Bow 吗？是一个好东西。是 Yogi Bow。是 Yogi Bow 吧？是 Yogi Bow 吧？是这个东西的顶规。Yogi Bow，Yogi Bow，Yogi Bow。是这个东西的顶规。大家破买了，对不对？你问我，请问我怎么带回家？我要讲。如果你们真的选到这东西喜欢的话，拉拉木斧我出。拉木斧车不是跟我一样大小而已吗？他都载不过去。他有货车。你怎么拿上来的？不是好帮我载。不用管车载的这下，运费我出。好，我就想知道是这个是中性的颜色吗？已经知道了。是的。这是中性的颜色。OK。还有问题？问题？你知道那个 Yogi Bow 有三件组的是最爽的吗？你只买个单件的。啊，你没有那个加。哦，不是顶规啊，这样不是顶规啊。我要讲，这东西绝对是顶规，而且这东西的价值远远超出8000块。你会说这个牌子是歪开头的？问。这个牌子是歪开头吗？不知道。这个耐打吗？打耐打。耐打。不要！不能碰！太激动！你给我干嘛？请问是深色的吗？
是深色的。太好了，你是不是想选？我觉得这蛮好的、啊，我觉得这蛮好的、啊。好，我们先放旁边，先放旁边。那、啊、我们最后一位就准备哈。太明显了吧？哇 ，Yokibo 很赞的。我也觉得 Yokibo 很赞，好啦，可是就是很麻烦。拿你的礼物。啊、盘运哈。所以是哦。是吗？你讲出来。所以是。所以是。什么外开头 ？Yokibo。太好猜了，笑死！有谁要 Yokibo？ 我啊，只有你而已。你也要吗？你要跟我争吗？哈哈，不要了。不要再猜我的东西了，猜你的东西。你不想要 Yokibo 吗，森林？什么是 Yokibo？ 我不知道。不要再Google 吗？不要现在查，不要现在查。不要森林，不要现在查。哦，没礼貌，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今年的礼物嘛，哎，是8000块，往年是2000块，然后再4000块，到今年是8000块。那2000块到4000块的时候，前面两次我都是很用心的想要买我觉得你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得到的东西我都觉得不是好东西。批判？哎，为什么？所以今年，你上次跟我说百年之后你用一年的又要用，哎，我就放着看时间而已。所以今年我想着试着拿8000块开一个玩笑。哎、欸，打下去！我有想，你们都有想吧？没有，只有你想。他送龙哎、欸，没有，他送龙哎、欸，不是我的，不是，对，他送一条龙哎，我不是啦，现在快点上去！你是不是送龙的标本之类的？不是，我要讲脉络。所以其实在今年大概6月的时候，我有买一个8000块的东西，是我没办法开玩笑的。它是一个蓝牙的太阳眼镜。但我后来想想，就是到上个礼拜真的说要换交换礼物的时候，我觉得我把这个拿出来，你们会跟我绝交。但那个之后，大概在11月的时候，我又看到一个东西，大概也是8000块，它是井上型的家庭剧院。我后来想说，还是我再花8000块再买一个井上型的家庭剧院送你，我觉得超帅。但我还是觉得你们会跟我绝交，是一定。所以我在上礼拜忙完的时候。我特地花时间上网看，后来还是改变了心意。我觉得我还是送一个我觉得你们都会用到，而且你们舍不得买的东西给你们，因为你们这一年辛苦了。哦，以为这样讲就不太去买哈。你在群组说你在包装的过程中，你是怀抱着感谢我们，对，然后就长这样。对啊，好，我们开放提问，是我们会充满感谢的东西吗？心意会，但我觉得礼物也更会。真的会，我还是有机会跟你绝交了吧？不会，这个绝对不会，这个绝对不会是太阳眼镜，也不会是锦上家庭剧。是平常用得到的东西吗？看你怎么用哦。它是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哦。看你怎么决定哦。正式人物的发言啊，不分男女。看你怎么定义。好讨厌！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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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很久的东西吗？就看你怎么用没，真的是看你怎么用，什么东西都会坏啊。指甲剪不会，还是会，它还是会。蛮难剪的。難那个黑胶唱片机全新未拆，陈可受。去死啊！密我。海报我还放在家里。没有，不然放去哪里？很棒啦！我的录音椅用了2次，就放在抽，忘记带走，现在刚被消失。好了，那我们就这一趴结束，我们先移到旁边去哈。然后，干、哦、你俩听完怎么选啊？我觉得我会选我自己的、欸。我就会选有 Yokibo 哎、欸。我是真的想选我自己。我想把我送给你们哎、欸。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不太会讲话，然后那个礼物的心意还是要打开才知道，是吧？好，那我们进入游戏环节喽。我们要玩的游戏非常的单纯，大家来出节奏游戏的题目吧。哎，我专场哦，哎，我来，我专场，跟去年一样，出题的那个人从他开始顺时针转，一次就出局，他就是最后选礼物的人。来啦，我洗过，来啦，打开，大声念出来。克克56成员，抓死了，我一定啊！他是这样过来，这样过来，这样子过来，死定了，回答不出来。开始了吗？来啊！56成员 ，ready go！ 等，王仁甫，王少伟，
许梦哲，小刀，忘记了，淘汰，是贤智啊！我本来讲小刀，我想小刀应该不会被讲，是贤智啊！我刚才以为小刀不会被讲，人家看着我笑着说小刀，sorry， 你好像拿到我们两个其中一个礼物，我 OK 啊 ，OK 啊，是很得意，不是很得意，五六有几个人？五个，哇！那你过就是换他死定了。对啊，我要再讲，他谁没讲？就没有。最有名的没人讲。对啊，为什么没人讲孙协志？孙协志如果他讲完，他当他就没了，这样吗？就那点他就输了。你心机好重哦！对，呀，心机好重呀！救了你，我救了你。那要抽下一个题目了。那个，塔奇啊，你先开眼，然后给镜头看。十六，来，周琦达的优点。好，马上就开始喽！等一下，我想不到，马上就开始了，太难了，我想不到，来喽！我的题目是，下一个是我吗？我的题目是周琦达的优点，想不到，从我先开始哦。周琦达的优点 ，Ready Go， 会剪片，有才华，好好笑，长得高，会拍片，跑得快，下楼梯速度超快，会拍照。跳得远，会花钱，约会很好玩，品味好，善良，亲切，有品味，讲过了，讲过了，耶耶！我没想到，我真的想不到，我没想到，我真的想不到，我真的想不到他优点是什么？想到你会输，不是？等一下，我要问一下，刚刚说我会拍片，会拍到不是一样东西吗？拍照，刚刚是拍照跟拍片，还有剪片，一个影片，一个，对对对，跑得快跟笑得超快不是一样东西吗？跑啊，下楼梯，好啊，这是我今年做最最难的题目啦，这个要好记住啦，这个看一次啊，干死掉，傻小啊，耶，干掉森林了，耶耶，你抽卡，抽卡，你要抽，你要抽。干嘛？干嘛？干嘛？来来来来来来，好紧张哦！给镜头看，胖子，直棒选手，太难了，太难了吧？我完全不知道了，太难了，你很想赢呢，你也太想赢了吧？哎，等一下，直棒是篮球，直棒是棒球吗？好，不要犹豫太久好了。哇，这次可以到第一名了。直棒是棒球吗？棒球。好，那只是他不棒。你买要做什么 ？Coffee Ball。等一下，我不知道，可以在三分钟吗？不行，可以在一分钟。开始了，该优点也没有让大家想那么久，那一次临场就出来了。好，来，直棒选手 Ready Go， 王建民。王建民。王建民。干！你太废了吧？很硬风啊，多难！哎，你为什么刚刚不跟我讲？你大谷翔平啊，现在这么红，对啊，铃木一郎啊，王泰山知道吧？随便讲都有，张志佳，好爽哦！我刚才唯一想到第一个竟然是陈志远，我可以啊。你刚才有没有讲什么？郭宏志，哦哟，郭总懂不懂？干，我该不会第一吧？我该不会第一吧？也是优点啥小的。运动品牌，运动品牌 ，Ready Go， Nike， 艾迪达，美津浓。纽巴伦斯，我们嘛，来来来来来，他这样断节奏啦，他这样断节奏，上诉上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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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哈，没有啊，刚接得很顺啊，我觉得我接超顺的，我就咦，这样我输吗？当然不玩呢，好啊，我输啊，来啊，这样好了，来啊，三秒，我还比前秒，干嘛？你离有一模一样的近，来啊。准子的水果英文单字，超无聊，单挑，单挑，就这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太难了吧？从你开始，水果英文单字 ，Ready Go， Strawberry， Apple， Banana， Kiwi， Watermelon， Passion Fruit， Pineapple， 我要什么？现在是直接选了吗？对啊。那我们重新宣布一下名次好了。第六名是我。第五名。哇。第四名。第三。第二。第一。耶。好，我们要进入选礼物的环节了。干，第一个好难选啊。好，第一次当冠军，我就知
他拿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出来了。这边是五个人的牌子，然后有包含他们之前的礼物。大家一起倒数之后，你勇敢的把你的选择给举出来。他选谁，那个人就直接来拆礼物了。啊，嗯，你看清楚了，你第一名哎，难得冠军。不是这个冠军超不值得冠军的。紧张吗？紧张吗？不会。我都想好了，我也想好了，嗯，因为我最后一个，我想到想，我就说，我好了，准备好了，大家，好了，来喽，2023年认真好礼物大赛，我选择的礼物是Yogi Ball， 怎么选 Yogi Ball？ 我想要 Yogi Ball 呢。Yogi Ball，我里面最不想要被抽到的就是胖子，因为含运超贵。作孽啊！只是麻烦而已。啊，真的是。蓝骨头。Yogi Ball。蓝骨头哈，买顶规大家会舍不得买，8000块嘛，你知道这个多少吗？这11000。哇！这不是说你们什么几个组合起来的顶规，这个就是顶规。Yogi Ball 哈，它是全台都不会有现货的东西，他们刚好有一个这个现货而已，只有这个11000的有货。抓到！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哇！然后，暂停！哇，好爽！暂停！站起来，我也想躺，我也想躺。介绍一下，我要介绍一下，先不要碰，不要碰，我的。来，这个哈有一个很屌的地方，为什么我说它是顶规？因为它可以这样子，它拉住往自己靠，然后就可以坐下去了。哇！那它就是靠背了。哇！这是完全，这是完全有支撑性的哦，就不会倒下去的哦。然后你如果用很用力的话，它就可以变床。哦！还有一个最屌的，哇！就是它真的可以变床，是这样，它可以把它踢开，哇！这样它就真的是变床。哇哦，很舒服的，我可以坐坐看吗？很舒服的，有一包赞的，然后它是可以两个人坐的，看电视这样子。哇，放工作室了吧？哇，放工作室了吧？哇哇哇，放工作室了吧？哇，好酷哦！我想要坐坐看那个，你刚说的那个。你要什么啊？你要什么？这不是你的嘞。拉这里。你的腰都不会用，就不要坐嘛。不会用。往后躺。拉着，这是新的。抓着，然后往自己拉。好，坐下去。不是躺下来。坐下去。好，算了，你算了。好啦，自己买啊。自己买啊。满意吗？满意。谢谢。满意，谢谢 Yogi Ball。谢谢我才对吧？第二名。啊，好难哦。不会啊，哪里难？真的。去年送 P 牌吹风机，前年送眼部按摩器，你现在跟我说很难。我会帮你惩罚送不好那个人，不用骂。选龙啦，龙啦。谁拿龙？你啊。你说你会惩罚什么？那个送不好那个人。那你会惩罚自己吗？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可能。其他也结巴，我怎么不敢讲？你们为什么不敢讲啊？你好了。5、4、3、2、1，2023认真好礼物交换大赛，我的选择是王崇慧。哇，好懂选，懂选呀！我这次送的礼物就是一个阿卡里的灯，你知道阿卡里吗？它就是一个日本的纸灯，它超级贵的。我买的是橘色。哇，好可爱哦！要开了吗？要开了。来，1、2、3。哦！日本野口勇就是他之前设计的，虽然他过世了，但是他这60年来最热卖的就是那一款灯。圣诞节快乐！哇！好可爱哦！下一个是多大来？你只有三个人可以选。干！我的，那我们三个人，我的你一定会想要。我的也，我就是想要琪琪跟王成慧的。干，我好难选。我的真的不差，我的真的不差，不差，我的很好。我可以追问问题吗？来，适合我吗？适合，超有到超适合吗？是我们什么关系？哇！得分！
哇，干，这个好强哦，好硬哦，哦，脸整个红嘞。对啊，身体适合我吗？绝对适合你，我们什么关系？老实说，我现在是两个人。把我拿走，把我拿走，他一定是把我拿走，他会后悔，他会后悔。这三个人。你刚刚真的是把他，有把我带离开吗？真是失礼啊！真是失礼，那好难选。我选自己的啦，必要的。好了好了，我选好了。三二一，2023认真的好礼物交换大赛，我的选择是。你可以把自信用到最后一刻啦。好，我真的很想要。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哇，家具！哇哇哇！今年你真的不一样嘞，可可。今年真的不一样嘞。今年真的不一样嘞。哇！摩爷爷是一个创意单位，然后他们专长用金属，然后设计一些家具产品。他们是用货车的车灯下去改制。这也太适合我了吧？哎，有没有什么关系？插电啦，啰嗦。很赞哎，好可爱哦、喔！我认真说，我觉得你们今年的表现真的是终于玩到一次我想玩的认真的好礼物交换大赛。你要说你嘞，你还鸡巴哎！大家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嘛。你现在在烦恼吗？我现在在烦恼啊。来吧，三个金头发都不知道选哪一个。森林，你觉得你的真的适合我吗？我很看好你嘞。我觉得很适合、啊，那就直接选啊，非常适合。但是因为我上次抽过他的了，所以我本来想说可以抽你们两个。那你选龙啊？哎、欸。哪里有龙？八千块会搞砸吗？不会。哎、欸，你直接放下我的、啊。对啊，你直接放杨森。没有啊。我的天哪、啊！对不起啊。天哪、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个礼物了嘛？这三个礼物其实没有一个是烂礼物了吧？没错。没错。今年你们真的。你也是。我也是啊。好，就这个了。丑的。来吧，五、四、三、二、一。2023年认真的好礼物交换大赛，我选。哦、八千块不会搞砸吧？喂，不会搞砸吧？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死定，绝对不会，好期待哦，绝对不会。遥远的东方，那你只能选我。有一条龙 ，OK 啊。我先跟大家说，就是它形状很特别嘛。那我必须跟大家说，这个地方老样，假的。我只要让大家看不出它的形状是什么。福电这个东西是什么嘞？就我第一年跟大家说，2000块可以让你的一个东西变成顶端，升级你的品味，而且你可以用一辈子。这个东西被森林贤说不能带出去炫耀，只能放在家里。所以我第二年选了雨伞，选雨伞出去了吧？奇异说什么带出去怕丢掉，所以今年我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一样8000块升级你生活当中一定用得到的用品。哇啦哇啦，8000块开玩笑，完蛋！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等等，还没讲呢，8000块，你可以用一辈子，而且这东西不会不见，你也不会买到比这个东西更昂贵的这个东西了。哇，最贵的！奇异，我去年买给你那个兔子伞，其实它是他们那个品牌中的折扣款。哦，那个东西是有无上限的可能性的，我现在就为你带来。那个东西呢？非常意大利。龙龙款吗？是龙款吗？但是怎样？但是怎样？伞怎样会弄丢？所以这个不是伞，不是伞，不是伞，大家先念出来。Made in 意大利。双节棍啊！我也顺便跟大家闲聊一下。明年是什么年呢？龙年。怎么你会猜到啊？想知道他的逻辑。小小只的，这个会是什么嘞？啊，不是说好不是生肖？明年什么年？龙年。哇！是暴龙，是金的，是 Rex。我要讲这是什么了？这不是伞，勺子、菜刀、勺子、拐杖。这是什么？这是一个8000块的鞋拔。哇！
的是 Made in 意大利 ，Made in 意大利 ，Made in 意大利，好险没有选，我操，很选我是对的，我的八千块的鞋拔，一个礼拜你到底哪来找出这个东西啊？挖出来，我一样，我一样，我一样，我写信，拜托，就一个礼拜，我一定要拿到这个酷东西。你没有想要吗？你没有想要吗？我真的是哭笑不得哎！难怪你今年要先不说礼物什么。干，难怪，啊、好烦哦、喔！我刚刚很认真问过你说八千块不是搞砸吧？哎，我认真说，这个鞋拔绝对可以用一辈子啊！有时候你看，你也不要选谁吧？到时候如果吃饭找不到汤匙，再来可以拿去用。哦，真的。其实很哎、欸，不错啦，不错啦，可以啊，谢谢大家安慰，可以啊，没有安慰，棒啊，蛮好笑的啦，你很屌哎、欸，喂，你真的很屌，你很屌哎、欸，小慧，我不会选你，明年是一万六，一万六还可以送什么蛇年的？你就去那个网站上看啊，不要再讲了啦，我要送出去了，小慧，圣诞快乐，耶、yeah ，他其实蛮有重量的。帅，你很适合哎、欸，你真的很适合哎、欸，好帅、欸，我自己都好想要。天哪、啊，天哪、啊，来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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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啊，我没得选的啊，就是我了。你是选的。来吧，你选完剩的就是谁？我是拿森林的。奇怪，喜欢奇遇，一定喜欢。那你原本想选谁的？我原本想选柯柯的，后来觉得好险没有选。啊？为什么？我家太小，没地方放啊。是你喜欢这个吗？去死吧，垃圾。我没有觉得他是垃圾、不听我劝嘛、哦！他已经变宝贝了，你很喜欢嘛？你很喜欢嘛？这绝对是最高级的鞋拔了，我再补充一句啊！我没得选啊！我没得选啊！我只有胖子可以选。2023认真好礼物交换大赛，我的选择是胖子。耶、yeah ！你绝对会喜欢的。OK。就其实我真的本来是想要送那个蓝牙眼镜，这个不绝交、啊，这个不会绝交，这个我觉得你好像不会喜欢的样子。啊！原本目标你觉得谁会最喜欢啊？哦，最心虚啊！我那个心虚、啊，你手抖哎、欸，因为拆礼物很紧张啊。啊！受苦的沐浴组，我觉得森林会喜欢呢、啊。沐浴组。我就说，干嘛？好死！哎，这很好哎，很香啊！你想闻闻？我味道都跑出来了，好香！这真的很好哎。说说话，说说话，我要被打死了！他拿球棒出来了。你先看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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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嘛。这里面东西很好哎。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它是一个礼盒。那好香哦！哦，好香哦！我选择，我就问一句啊，嗯，我臭吗？我有不洗澡吗？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洗不洗澡，是我想让你舒服，你绝对舍不得买这些东西。哎，搞错了吧？他很舍得啊。对。他很舍得，他很舍得买这些。不是这个哈，这个洗手跟洗头发，我是选择柑橘的。我想要让你每天洗完澡之后觉得自己甜甜的。啊，洗手的话，我是帮你选择了去角质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哎，哥，想喷一下。这个呢是个冷味，我想要你在家里面甜甜的，可是你出来的时候是个冷酷的味道，有点森哎森林，这森林味，这真的是森林味。快被说服了，这是符合你的东西，快被说服了。不要了，你这个先收起来。你这先收，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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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起来。好啦，这东西坏了。我觉得不错啦，只是跟前面比起来略显失色啦。对对对对，这倒是真的。这样就好，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你怎么会变这样子？为什么送礼的人是这种态度啊？这个好吗？你评评理嘛。有比这个好吗？比这个好，绝对比这个好，至少比这个好。哪个？现在在讲什么？比这个好。比这恐龙好。你在委屈什么啊？你在委屈什么啊？没有委屈了啊，跟去年猎人就是两样啊。哪会？你没有拿猎人啊？我一直讲猎人。好，最后，谢谢啊，谢谢啊。好，来，我们还是走一下流程哈。来，今年的认真好礼物交换大赛，我的选择是森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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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这东西我真的是想了，大家每个都适用，而且你们真的很适用。现在奇异选到我觉得更适合，因为奇异家有很多的选择可以用。是种。一个纸箱。哎，等一下。看不到。是用我的诚意跟品味。是吧？有一个诚意，有一个品味。对，先用我的诚意祝福你。谢谢你。干你这样，为什么？还有一个。看三小。其实有件事要跟你讲一下。蛋输了，蛋输了。这东西哈，一开就不能退了。是什么？是免治马桶。哇！我本来没想到，好险！这个哦，脱透，开心啊！脱透的，我开心脱透的，真的蛮想要的，跟鞋拔比耶，比较想马桶。哎，这个是免治马桶。哇，免治马桶。你喜欢吗？我很喜欢，真解啊！我真的很喜欢。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这个你要打电话跟他们预约安装，要花800块。哎，钱没有。干，好羡慕你。啊，真的吗？哇！祝你。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 honey。再见。The snowman's just a friend。大家不要来，超烂的，一年的开支这种东西。谢谢希望，没有，希望今年没有新希望，这太烂了，真的太烂了。Christmas, baby.